侧后脖子，下痛，右侧后脖子下痛，我看到海上啊，好多船呢，好多船呢，现在那个船都变得小型了，没原来以前那么大了，也没有核电了啊，也没有那个核物质了啊，好像，船比原来小了啊，也没有那种巨无霸的那些。想统治人家的啊，好像人家慢慢，开始恢复正常了啊，人开始恢复正常了啊，人的需求，和人的真正的需要，开始慢慢匹配了，人需要的东西，然后再需要，原来是人的心理直接的膨胀啊，心理直接膨胀啊，大家都搞得神经惶惶的啊，现在慢慢开始逐渐核物质。气掉以后，人呢慢慢开始要回归自然了啊，人开始慢慢回归自然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